这是警察开棺验尸的真实画面。十年前，男子滚落山坡，突然死亡，家人朋友都以为是意外，草草了事，不以为然。十年里，只有九岁儿子坚信父亲被人谋害，可又有谁会相信一个九岁孩童的说辞呢？十年后，为了保护母亲，隐忍十年的他，竟将自己的母亲送入监狱。把母亲送入监狱，不后悔，不后悔。因为我妈进去了，我对我现在对我爸有个交代了。 反正我妈进去并不，并不代表我妈以后不能出来。就算她不能出来了，我在外面等她还是一样的。深夜，吕宝来谈，催眠，好奇又下饭。时间：二零一二年一月九日，地点：安徽省祁门县。晚上八点多，一阵阵刺耳的报警铃声打破了当地公安局的宁静。有人报警称，中心广场有人正在持刀行凶。得此警情后，警方立即来到现场。据调查。 该事件共有两名伤者，男的叫胡树坤，女的叫康爱琴，两人都是贵溪村村民。据康爱琴描述，由于自己儿子在城里开了一家服装店，临近春节，生意繁忙，他就来到城里帮儿子看店。案发当天，同村村民胡树坤正好路过，就来店里简单坐坐，并一起聊了会儿天。谁知晚上离开时，便遇到了这场横祸。 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砍伤两人的行凶者不是别人，正是康爱琴的丈夫冯良超。不禁让人好奇，冯良超与胡树坤之间到底有什么仇怨，以致非要在繁华的闹市区持刀伤人，并且连自己的妻子也一同砍伤。一月十三日，在外躲藏四天的冯良超选择投案自首，之后他如实向警方供述了自己持刀伤人的动机。我大哥那那个讲，我晚上也看看到这这他两人在一起。 再起的话，马上九就就就点多九点帮的，肯肯定能马上。这种人开开开死他的，砍死他的。原来在外打工的冯良超意外发现妻子康爱琴和胡树坤深夜还在一起，就认定两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。恰好在一月九日这天晚上，冯良超再次看到胡树坤前往康爱琴的店里，愤怒之下，冯良超持刀向胡树坤展开了袭击。最终，冯良超因持刀伤人被刑事拘留。 一起骇人听闻的持刀伤人案件圆满告破。可让警方没想到的是，就在这起案件告结的三天后，一名十九岁青年走进了祁门县公安局报案，称父亲汪树林在十年前被人谋害，死因不明。更想不到的是，这个青年正是康爱琴的儿子汪建华。到此不禁让人产生疑惑：康爱琴的丈夫不是冯良超吗？他们的儿子为什么会姓汪呢？这一切都要从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开始说起。 这天是农历的腊月二十六，临近春节，家家户户都在为过年紧张的准备着。可家境拮据的汪树林，为了让今年的年夜饭不再寒酸，早早起床的他，就收拾好工具，带上妻子准备好的干粮，到附近山林挖冬笋。一路上，时不时与邻居朋友打招呼，丝毫没迹象显示这将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。中午时分，有村民发现汪树林躺在村口的小路上，已经奄奄一息。 让人遗憾的是，由于伤势过重，还没到医院的汪树林停止了呼吸。家中顶梁柱的突然倒塌，让疾病缠身的妻子康爱琴、九岁儿子汪坚华以及年逾古稀的两位老人瞬间失去了经济支柱。他们要怎么活下去呢？每天睡觉，不管什么时候都想着我家里，想着这些事情。 为了生活，康爱琴嫁给了与汪家一墙之隔的邻居冯良超。在之前，汪家一旦有什么农活，冯良超都会来帮忙，做任何事都是尽心尽力。因而，汪家人得知康爱琴要嫁给冯良超，也表示支持。没有多久，小山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，没有人在意那个曾经从山坡上滚下来死亡的汪树林。然而，有一个人却再也无法回到从前，他就是康爱琴和汪树林的九岁儿子汪建华。 父亲倒在路边的那一幕，已经深深地刻在他的记忆里。也从那时起，他坚信自己的父亲是被人谋杀的。记个时候，我是过去看的时候，就看到他躺在地上面，就是嘴旁边还有点血跟泡沫。是、嗯、后来呢，我去问我家人的时候，他们说他们都没有看，都没有看见。我他们就说我看见了，就说我是跟他们瞎讲的，他们也没有在意什么东西。 可又会有谁会相信一个九岁孩子说的话呢？加上汪树林在当地的人缘很好，根本没什么仇人，实在想不出有谁会加害他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汪家人都开始新的生活。母亲康爱琴嫁到了冯家，汪建华则依旧与爷爷奶奶住在一起。由于两家人是前后的邻居，所以大家没感觉到生活有什么太大的变化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汪建华也一天天长大。 父亲的死成为了他心中的一个结。无奈的是，根本没人相信他的只言片语。直到十年后的一月九日晚上，继父冯良超再次对母亲大打出手。这次，汪坚华打算旧事重提，因为在他心里，父亲汪树林的死亡正是冯良超一手造成的。如果能证实冯良超就是凶手，那与自己相依为命的母亲就不会遭到他的暴力，同时对枉死的父亲也有了一个交代。对于汪坚华的报案。 当地公安局的民警也感到不知所措。这起案件表面看似是一起陈年血案，可这些都是一个当年九岁少年的模糊记忆，可信度究竟有多大呢？如果没有这么一回事，警察定会遭到村民的无端责骂，甚至延缓其他案件的破案时间。可如果汪树林真是被人杀害，没有警察的帮助，那他完全不能沉冤得雪。 人命关天，为了慎重起见，祁门县公安局组织精干力量来到桂西村，对十年前汪树林的意外死亡进行调查。尽管村民对侦查员的到来抱着怀疑，甚至排斥的态度，侦查员还是认真细致地展开了调查，并找到了当年案发时与汪树林说过话的人，尽可能地还原当时的情景。最终，侦查员在汪树林倒地死亡的地方发现了疑点。据村民反映。 他们发现汪树林倒地时口吐泡沫，身体时不时抽搐，直到他最后的死亡，这些现象都还在。而汪树林滚下来的山坡也是很平缓的，不可能让一个成年男性跌倒致死。那汪树林的真正死因又是什么呢？随即，侦查员依次找到当年到现场的村民以及汪树林的父母，对他们做了一一排查询问。很快，侦查员又发现了一个疑点。 人从高速摔下来的时候呢，他这种嗯特征呢不是很长期，长疾间抽搐、就症状、什么症状不可能长期，始终呢都是保持这种症状，有没有时间不是很长，他这个始终呢有嗯在临死之前始终保持这种状态，这种状态的话就是不正常的。看来汪建华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，而汪树林的死亡也并非像村民和父母说的那样简单。可十多年过去了，汪树林的真正死亡原因又怎么去查出呢？为了能得到更多线索。 警方再次找到汪建华，希望他能提供一些重要线索。当得知警方已经开始相信他所说的一切，并愿意帮助他，汪建华讲出了那些从来不愿触及的记忆。十年前，父亲汪树林为了补贴家用，让体弱多病的母亲康爱琴在村头开了一家杂货铺。平时，父亲和母亲就住在那里，而汪建华就与爷爷奶奶住在老房子里。有时候，父亲会出去打工赚钱，母亲就会回家与汪建华住。 就是在那些时间里，汪坚华总感觉到深夜，母亲都会给一个陌生男子开门，而且不止一次。虽然当时的汪坚华还很小，但他隐约知道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再加上与自己的母亲关系很好，所以他从未与其他人说过这件事，直到父亲去世的前一天。 家里发生的一件怪事，让汪建华到现在都没想通。平时母亲都会很疼爱自己，有什么好吃的都会给自己吃，唯独在那天，母亲给父亲准备了一盒柿饼，说是上山挖笋的口粮。当汪建华想要吃一块时，母亲怎么也不愿意，甚至生气的打了他。汪建华的描述让沉埋多年的谋杀案脉络若隐若现。汪树林的死并不是坠崖滚落那么简单，可时间已经过去十年。 之前的案发现场已经不在，目击者的记忆也是模糊不清。要想查出汪树林的真正死亡原因，难于登天。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开棺验尸。可在农村，要想开棺验尸，难度不亚于登天。况且，没人愿意相信汪树林的死不是意外。不出意外，汪树林的父母并不同意警方的这个提议，但汪建华对此却态度坚决。他与警方一同做家人的工作，希望他们能明白自己的苦心。 或许是汪建华的坚持，也或许是大家真发现了异常。二月十七日，在汪树林父亲的陪伴下，祁门县公安局的刑侦技术人员来到了桂西村，打算开棺验尸，查出汪树林的真正死因。一段时间后，汪树林的遗骸出现在众人眼前。法医对遗骸和周边的土壤进行了采集检验。一周后，检验结果出来，汪树林的遗骸里有老鼠药的成分，从而确定汪树林是被人毒死的。 有了这些证据后，警方立即将冯良超和康爱琴缉拿归案。面对警方的讯问，康爱琴承认自己伙同情夫冯良超毒害汪树林的犯罪事实，而老鼠药正是康爱琴放在汪树林外出要吃的柿饼上。那就是把我骗了，骗了我，变成以后怎么对我好，怎么对我好，怎么对我儿子怎么好，怎么好。面对这个事实，汪坚华陷入深深的矛盾中。一开始。 他觉得父亲的死只与继父冯良超有关，没想到母亲康爱琴也是实施者。可想着父亲终于沉冤得雪，汪建华也释怀了。不,后悔不后悔